全民壮举，掌声鼓励。我们希望柯秉义啊能够拿一个冠军回台湾，那我们就应景一下哦，打个 Nibble 还是这个国际赛事在花式撞球来讲还是最主要的项目哦。那不晓得最近大家 Nibble 有在练习吗？打得怎么样？盾杆撞球不要拉哦，不建议拉了，因为你拉有时候一下子角度不好。刚刚那个不建议拉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拉哦，有时候怕那个拉，然后顿的时候怕这个精准度会受影响。你顿的话，就只要把角度弄出来就好了，差不到一颗球啊。好，那这个可以这个做近一点，那当然看看能不能闪八号。这球希望做那个潜水，这样推的话，这个角度去。判断不佳，没有闪过九号。不过这种球没闪九号也无所谓了。哇，这个球也是判断不佳。好 ，Friend 的人来这里啊、哦，这应该是判断好 OK 了啊、哦。左塞两颗星，哈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张姆雄雄哥，来九九练习法。那柯秉义啊打进罗马尼亚四强啊，现在正在比赛。我们希望他最后拿冠军哦。台湾太久没有冠军了啊，因为疫情了哈。再来，现在冠军难度有点高了哈。现在欧巡赛一些年轻人很多呢，都打得很好。好，这球星没有什么困难的哦。点一下，好，高杆一点右塞，刹车杆。这颗球巨大，好，这个我们希望啊，柯氏兄弟，这个再拿一个冠军。来，如果自由球的话，当然是要带开这个三号。所以在练习的时候可以。这个利用自由球来调整自己，像刚刚 CD 的话，自由球你就可以排一个好的位置，像我刚刚打的力量也太大了、哦、好，那这个球的话就是中带的话我干脆下右塞来敲它，哎呦没有敲到，没有敲到不受影响。那这个球来讲的话，左塞，注意七号，注意七号就好了。这可以贴颗星啊，直接横移，或是稍微用力一点，有点角度，一定要有点角度啊，才方便。
六做七，推杆左扇。颗星，来，那练习 Nibble 啊，观念啊，二分法最重要。二分法观念对的话哦，这个持球就会比较轻松一点。其他就是细腻度啦，哦，不好进的球啊，专注力啊，进球的专注力啊，简单讲就眼神要很投入了。我常讲啊，准度球你就当作好，好像瞪的，用漆的，台语叫用漆的，滤一下，滤一下那个球，好。过来这里，哎呦，有点角度。好，这个球可以左塞一颗星，也可以右塞两颗星，非常low的右塞。两颗星啊、哦！哎呀，尴尬了，太直了，太直的话，这个球不能下右塞，右塞会转过来，所以要下左塞拉过来这里。这个球好像太靠近了。那这个球中带可能过不了，能够过中带是最好。杆法够柔吗？啊，过中带就好办了。九号球刚好在正中央。好，下一点高杆右塞，碰短颗星。直播，那张荣，您刚好回台湾嘛？哦，那大眼妹她要准备哦，七月要参加世界运动会啊、哦，所以这个天王天后的一个顶尖对决。好，来这个球打这个带好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打这个带好了，打底带。母球下第一杆闪过三号。因为我打那个带的目的是要把这个二分法弄出来，那我这个就是一个推杆啊，细腻度的一个展现呢。一颗星，下第一杆，带点拉杆，斜的去，直的回。推杆，点一下。那今天这个，我们有一位球友啊、哦，这个 Eric 张啊、哦，那小张啊、哦，他是我们的这个，那我们再来打一下 Nibble 啊、哦，最近 Nibble 比赛比较多，
好，这个球的话要有点角度啊，过来有点角度的话，角度不要太大，我从这边钻过去看看。有点角度就好，不要太大。我从这边钻过去，哎呀，钻不过去了。顿推，试试看。对，顿推。因为如果太顺的话，会走这边。过来这里，高杆右塞。好，看一下哈，推杆下点，高杆左塞，太轻了，太轻了，太轻了，我这球是要做中带，就变成底带了。中带也可以，好颗星。年纪大都打中带，比较不会选择底带。好，中杆左塞，中带前碰颗星出来，这种中距离好打。下一点高杆来这里，右塞。这球打厚了，所以母球回来比较少，打薄的话会走这条线。最近九号球比赛蛮多的，我们来练一下九号球。好，那就不用自由球了，可以打球。哎呦，还好啊，轻推再来，好 N 字形，稍微直球或偏右边一点啊，偏左边一点点了，我们要走右边做中带。可以吗？哎呀，最不喜欢的就是直球，这个皮头太平了，这种球要很犀利。皮头太平了。好，顿杆用力顿推，哎呀，那邪神刚接受勇哥的访问也提到哦，他们去参加世锦赛哦，那个30秒出杆30秒，对亚洲选手来讲都觉得很快哦，因为亚洲最近来讲的话，疫情关系哦，比赛就很少。那欧洲选手他们有欧巡赛，所以他们已经习惯那个节奏感。哎，魔鬼球跳起来，哇，真是夸张了！从这里来，
不要直球就好，弹一下，随便要弹起来，哎呀，再来顿，顺推很柔，非常柔的右塞，高杆，一点点右塞。左塞，高杆左塞，要稍微用力，因为刚刚有魔鬼球产生啊，这个球有点脏啊。好，这条线过来 ，OK 的，只要这条线来就可以了。好，过中带，最近 netball 比赛蛮多的，哇，这个球形怎么弄啊？推杆带一下，哎，有机会就好了，灌球。但这个球要灌的话，下左塞，推杆过来这里，看能不能，要抓薄一点。好，还不错。哎，不要再来了。OK， 好好好，一点左塞。高杆右塞，我看一下啊，这球好，高杆右塞，走了，潜水也可以。啊，我最后出去的时候右塞太多了，你看这个球就是细腻度不行。好，高杆左塞，可以咯，不要再来咯，这几颗球的细腻度 no good 咯。看一下啊，我这球干脆拉杆过来倒灌了。好，倒灌母球，我刚刚讲母球会敲到九号，但是没想到把它敲进，哎，有进球，继续进攻。这一局也太鲜了吧！比赛的话就不用捡九号了。开赛掉入败部，还有活的机会。最近 netball 赛事还蛮多的。那另外，刚刚在直播的时候，我们的新会长啊，人面杀手张邦啊，已经宣布啊，这个精英大赛的这个第一站是在6月2号、3号啊，欢迎大家报名参加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球。低杆右塞，差一点点，
六八中间。有点角度，那我们希望这个大眼妹啊，在七月啊会去参加世界运动会啊。世界运动会每一个国家只能一男一女啊，我们都有拿过金牌，希望大眼妹这次也能拿金牌。那这个张龙林啊，在大陆的中式台球也能够有好成绩了，就像我这样黄金开球啊。好，那不剪了啦，就把桌面上的球清掉就好了。然后柯秉义啊，能够再拼一个冠军。推杆推的稍微不够，后薄自己拿捏。大眼妹七月要去参加世界运动会啊，希望她有好的成绩。好，可以打，我们就不要自由球了。钝杆用力，点一下，刹车球，不下塞，哇，有点魔鬼。直接拉，因为你撞用碰磕心的话会撞到脚。球台有点潮，稍微高杆一点点才有二分法。哎，还没有，没有了，我们就定住好了。小小的二分法，中杆顿一颗星，大家好，我是多多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